现在已经来了第二次，还是觉得很酷。哇，太酷了！跟着小贩买了一些小零食，好好玩哦。有点下雨了，我们等一下要去下龙湾，但是还是要赶快跑上来再吃一碗粉。他们早餐的粉也蛮好吃的，而且是含在早餐里面可以直接用点的，你也可以点各种的蛋，它的摆盘都很美。谢谢。我们到下龙湾的码头了，车子会停在这里，让我们下行李。好多船哦。你看他门口也有够浮夸的，他是美国黄饭啊！哎，对对，太笨了吧！哇，超辛苦！我想说他在上面干嘛？你要排队去给他撒花，太浪漫，太好玩了吧！这个服务怎么这么好啊 ？Thank you！ 哇！这里有很多东东哎，这也太赞了吧！我们没有想到上面有这么多水果，我们还买了一大袋橘子。哦，暖暖的，感觉像苹果姜茶。Welcome on board. My name is Jed. I'm the cruise manager on board.这餐厅好漂亮哦，而且奥拓跟我们说他们觉得所有的游轮里面 Avanstore 这间是最好吃的，所以我们这次就是订这一间，因为我们都想要吃好吃的东西。牛肉河粉耶，干拌牛肉河粉，干拌的米线，这里居然有现煮的河粉摊位，蒸蚝、烤鱼、味噌汤耶，法国面包，哇，我们的房间很不错耶！哇，可以出去耶，浴室好大哦！这样吧，这好像饭店哦。行程表会直接放在房间里，然后会告诉你不同时间他们要做什么。我们来整理一下东西，然后化个妆上去吃午餐。我还带了越南的白酒上来。美景，它的船头是透明的，哇，哎，好酷哦！要去搭竹子船了。酒庄白葡萄酒超级像酿一半的白酒，自己酿的那一种，但它很便宜，它才175块台币。那时候要买的时候，我们还问了两次价钱，有看错吗？如果发现它175的话，就这个味道是可以的。然后如果你们想要试的话，可以表示。我已经帮你们试完了，它真的太神奇了啊！我刚想到了，我觉得它喝起来很像自然酒，会有一种草扑鼻，加上一种酿造的一个发酵味。如果你喜欢自然酒的话，那这个应该不错。人山人海的，哎，有卖泳衣，你想要游泳都可以。这边有一个人超多的海滩，可以玩足球跟沙滩排球。哦，可以的。超爆多人，超爆多人。我们现在要去三
顶开趴。我每次来的时候都觉得这里人多得很可爱，就是很拥挤，但景色又很特别很美。你说要不要来呢？是可以来一次，因为真的太有趣了。我现在已经来了第二次，还是觉得很酷。我们这个爬山爬这么多人的山嘞，道路阻塞。跟你们说，根据我上次来的经验呢，你会先走到第一层，这一层人很少，我觉得景最美最舒服，你可以在这里待一下，再往上走，因为最上面的山顶会超级多人。山顶演唱会。太酷了，下面有人在卖东西耶，跟了小贩买了一些小零食，好好玩哦。他会拿那个篮子把你要的东西递上来。 Thank you Thank you 好好玩哦。教了春卷课程，哎呀，把音乐关掉了，因为我们现在要认真的学怎么做春卷，大家都超认真的，开始学做春卷。我们要来吃我们自己做的春卷，我还是喜欢炸过的，那么好吃的，自己做的怪好喝的。大家一起在甲板上吹着风的感觉太舒服。喝点小酒，然后看着这个漂亮的越南灯笼，超旧的。几乎所有船上的人，大家都分散在甲板上，但是因为它的船非常的大，所以完全不拥挤，就是一个很放松的感觉。到大厅来用网路，然后发现这里好热闹哦，好多人都在这用网路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独立圣诞树，楼上还有驻唱，蛮温馨的。哇，那船尾吊小管哎，没有饵，没有饵，它怎么上钩啊？啊，就愿者上钩啊，还挺糗的。对啊，旁边那个灯亮亮的，好美。我们要睡觉喽，晚安。我们刚刚还去钓了小管，一个都没钓到。我去他的 SPA 按摩，手法都蛮不错的，气氛营造也很好，而且还得到了30%的折扣，觉得这样算起来其实也不会很贵，所以如果时间安排的妥当的话，睡前来按个摩蛮好的。晚安了。早餐很棒哎，中西式都有，还有佛，然后还有超多的水果。退完房之后，推荐大家可以直接上来四楼船长室这边，可以在这里等回去舒服。然后我们的船长在这里，一个边玩手机边开船。
们现在完全是趴在船上。哇，你看前面，好美哦！你小心头，小心头，哇！你哭了吧？这水超清澈。健康的头在这里，你会往前面看，在下面有一段是平的，就是以前健康印他的手在上面，后面就是健康的身了。羊在那个山壁疯狂吃草，一直嚼，一直嚼。